吃饭吃到被人家投诉，还有你们两个一千字报告交给我，这些东西我没收，还有这个，太可恶了！竟敢欺负欧巴，欺负欧巴就等于欺负我，我觉得让这个人生不如死。你有什么办法啊？有，第一找出他的弱点，第二针对他的弱点加以利用。我现在要大义灭亲，请锁定《实习医师窦格》，由 Emma 1997艾玛云嫩霜冠名赞助播出。